烫了，真男人，吃面不要怕烫。像我这样，大口的吃。可是不吹凉的话，会烫到乐儿的。他好 man 啊，吃面都不怕烫哎。我出去，我在哪？我为什么在这里吃面？喂，你这也太娘了吧！真男人应该像我这样撸铁，这样才够 man 啊！可是这样他就没办法帮我压腿了呀。他好 man 哦，可是都没有人帮他压腿。女孩子在男友面前有多委屈？男朋友不在时扛着水桶，24K 纯汉子走路带风，看到男朋友以后。对。好重啊，我搬不动。你怎么才来啊？谁让你自己拿的？下次不许自己拿了。手好痛呀、给你吹吹。还痛吗？奶茶的正确喝法。哥哥，我饿了。吃屎吧你！居然还想吃我兵线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没事，我想出去玩。不可能了！就你个菜鸡还想赢我？怎么了？没有，我闺蜜好像和男朋友分手了。那接下来交给我吧。下路交给我去找。你叫我了吗？没事，你玩吧。哦，好吧。我穿了黑丝。是吗？我说一个2020年的收获，你没有的，你就喝饮料。好，今年5位数的存款，没有吧？喝。4位数的鞋也没有吧？喝。练了8块腹肌。可是我去年的收获是和乐儿在一起了。明天能不能让我收我的女朋友啊？果果，走打球去。他不能去。为什么？语文、数学、英语，好多作业都还没做完呢。他不都做完了吗？对啊，他的做完了，还有我的呢。